果成功，時間11:43:217:07:43啲嘢好似係出席喎，就記得14:07:07嗰日墮咗輪班嘅放榜，嗰陣放榜，我記得我唯一去過嘅志願就係培天主教培正中學，意思即係我屋企附近，咁行4分，咁行4分鐘到。我記得我6月幾到嘅頭嗰陣時，我阿媽去咗嗰度 interview。第一集去咗，就去咗校務處嗰度同呢個蕭思前校長喺度傾偈。咁最終個放榜得出呢個結果咧，然之後再去舊嘅天盛商場嘅美心嗰度食。攞一鬼放榜，今日咪小六升咗排位嘅，咪話第一二志願嘅人數比較多嘛。咁即係講起升中，我諗起我自己，依家咪個成 B 嘅成績邊度派咗咧？咁接報乜嘢？我諗唔到。都係嗰句啊，都係我話我局限唔知 Ivy 度，但我真係唔知報乜。總言之，講起將來一定諗起2024，我就諗起做過啲乜嘢。2015年都冇乜嘢啊！我哋知道2015年嗰陣時係話有龍珠展睇嘅，咁佢一定要喺坑口嗰度睇，因為我連可以一七年都冇乜嘢，2018、2019都冇嘢，唔係2019年好似有遊行，2017年嗰陣時唔記得邊，而舊年就。啲人開始咧，就起碼新增咗超過10幾20宗本地感染，基本上都好多源頭病例。由嗰日開始咧，由舊年嗰日開始已經係第三波疫情嘅開始，基本上每日都過百宗，有過百宗源頭病例，甚至每一日都有人死亡。出面有一個落緊雨，咁我諗翻起咧。有個咪香港較附近嘅涼風嘅，可以話42年第一次涼風搞。不過話俾你聽，嗰兩個風係遠離緊。落菲律賓嗰個咪原本咪採取一個西北偏西嘅，即係簡單嚟講就挨近廣東東部，甚至可以話越近我哋。咪講過今日星期三係最近嘅，但唔係啊，因為。看到一個熱帶船咧，佢喺台灣隔離消散咗啦，即係佢仲係一個熱帶低氣壓級別，佢喺台灣附近消散咗，變咗個低壓區。而同時間南海嘅熱帶低氣壓就移向可能島啊，咁佢喺我哋700公里咁都一定距離。又搞錯，喂！我成日喺度諗嘅，每次睇菲律賓近睇差唔多遠離菲律賓嗰啲熱帶船比較弱啲嘅。如果你話強啲，我諗起山竹、天鴿、泥潭啊、海馬嗰啲咧，通常都係喺西太平洋，即係簡單啲講，就菲律賓遠啲嘅地方形成嘅。咁佢吸收大啲能量都好濃，但係佢好快就呈現咗好明顯就係有啲濃度。唔記得講咧，上誰啊？係啦，睇嗰個 TVB 咧，佢話《Space 星夢 Camping》。即係 summer camping 啊，即係呢個夏日嘅露營。咁佢邀請咗11至15歲，而且係好中意唱歌跳舞。
咁揾嗰三個代言啊嘛，即係個你睇下電視都知咩，即係上聽有 video 預表啊。咁基本上，如果真係好，基本上好多人馬都係好中意上嗰條路。但係好多人都有疑問，到底佢 care 佢做咩嘅？一齊玩。但係當然知道我已經超，我已經超齡啦。我盡手，但就算我。就算我超齡，我都係去，我都係唔想去，因為我覺得我唔係唱歌，我唔係跳舞。我哋齋睇啫嘛，我嗰日睇咪星光咯。下個再禮拜六係 last 一次同派，睇下邊五個可以入到。即係邊五個入到咧，就真係嗰五個爭冠軍。咁誒，多睇嗰個 trailer 咧。咪六個咪到個嗰幾有分隊 ，Yumi 同埋 Aaron 一隊啊 ，Gigi 同 Chantel 啊，同埋 Archie 有喎。但我係見，我係見到 Gigi 同埋 Chantel 好似個樣唔開心嘅，但係 Archie 有講話 Aaron 同 Yumi 兩個開心，咁唔通 fail 嘅 Chantel 都一句下個再個禮拜先知。中意啲感覺上好似好快播完咁樣，佢由四月頭開始播啊。做幾多個？咪前日咪拉咗兩個分別係廿歲嘅女同埋卅幾歲同廿六歲嘅男嘅，又試完喺網上試話，睇人去殺警啊，又去縱火燒乜嘢啊？再琴日警方又睇油麻地再拉多個三十八歲，就試話他人斬警，斬即係斬即係斬死俾差人，但我心諗用咩斬？用好多個都係斬唔死的，一開嗰啲斬咧，我哋都冇事。到 B F 五見到就知啊，嗰把嘢佢一刀係斬死嚟啊！同時間咧，今日警方或者個安處啦，就拘捕咗九個人，拉咗九個係光城者嘅成員，違反《港法》廿四條啦。咁佢話。激進組織啊，光城者九個成員涉嫌製作爆炸品，六個人係中學生，亦都有浸大職員，老婆喺尖沙咀一間賓館嘅爆炸實驗室。爆炸品實驗室定義行動 crazy， 全部人違反港法廿四條。喺多星期一喺多區有 operation， 揾到可以整。高爆炸性的 TTP 基材，很少的炸藥和化工原料，通訊器材、氣槍和一批 cash 啊！呢啲激進港獨組織，光城者年初開始活躍，租用尖上個月開始租用尖沙咀一間賓館作為爆炸品實驗室，分工精密的組織，有金主亦都有足夠資金實踐，計劃在今個月上旬。發動襲擊，有一本行動書，佢哋諗住襲擊公共設施，包括台底隧道、鐵路、法庭，甚至打算喺街個垃圾桶都會擺，做乜嘢？梗係有影響啦，無辜死傷，甚至用汽車炸彈襲擊，多次去到唔同位勘察，甚至係攝影喺鬧市喺個土製炸彈好區好瘋狂。喺個社交平台，好似係 Facebook 冇咗。我心諗，每次當嗰啲手足俾人拉咗咧，嗰啲網上啲人即刻澄清到話唔關佢哋事，即刻就話係老屈。但心諗唔使老屈，直接揾到曬。我嗰幾次都話嗰班示威者係零舍得人驚。你記得即係九零嗰陣時，成日收到一啲咩炸彈嗰啲包裹又成嗰啲咧？又睇荃灣一棟工廈發現到 TATP 啊嘛，總言之，所有嘢都人事嗰啲，總言之話俾你聽，冇人敢出街嗰陣，我真係心諗，早一早講咗呢個事喺度就已經變咗質啦，到個個都唔肯信嘅都，
壞整炸咗氣槍，心諗這呢啲咁嘅情況，我都可以諗啦，係真係好似國內嘅恐怖襲擊。你放炸彈，我個個真係咁大個仔未聽過咧，下街會擺炸彈，仲要係鐵路海底上。假設你真係你真係想去擺炸彈，鐵路就每日都有過萬人兜啦。如果忽然之間架車爆咗，被炸彈襲擊，車上啲人全部死曬，唔係死，有啲都受傷嘅啫。我喺隧道有幾架車俾人炸爆啦，甚至汽車炸彈。架警車駛埋嚟，你即刻揸住架汽車撞爆佢。基本上話俾你聽，香港聽得最多咪係死人。喂，如果咁樣做，我可以話提心吊膽喎。垃圾桶都有，咁即係話俾你聽，我可以話擔心呢樣又嗰樣，唔知點算。炸藥我未聽過，整炸藥去搞鐵路海底隧道。我本應就係想謀殺嗰啲，即係想殺嗰啲市民啦。咁你都講明咗啦，又你又係攻擊警署。雖然知鐵路咧，因為鐵路最多人搭噶嘛。一旦鐵路真係有爆炸，我俾你聽，死得最多可以話謀殺最多都你坐。嗰乘車人過百人就係、是、你嘅，就係、是、死喺你條命，死喺你手上。弱智嗰班傻仔啫，中學生喎，仲要租用賓館喎，一小嘅100尺嘅單位，冇錢。